米奇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奖牌啊？什么奖牌啊？我没见过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奖牌啊！这里没有的话，会不会被别人拿走了呢？会是被谁拿走了呢？难道是？真是太厉害了！瑞普提，你真的没看到我的奖牌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 你不会怀疑我吧？你看，我怎么想也想不出谁搬过那个柜子呀。不是我，我绝对不会连招呼都不打就拿走别人的东西的。我敢对天发誓，绝对不是我。瑞普提，瑞普提，白拉阿姨真是太过分了，她怎么会认为是我拿走了那么贵重的东西呢？我。 难道是刚才搬东西的时候奖牌掉出来了吗？啊，搞不好真是啊！怎么办？啊，在哪儿啊？怎么办啊？怎么都找不到啊？啊，是奖牌吗？ 哪里是奖牌哦？雷奇，快点儿！啊！你们先停一下！什么声音啊？我是瑞普提啊，看不见我吗？我在这儿呢。哦，什么？怎么办呢？还怎么办？快放下来吧！快放下来啊！怎么？不听使唤了？我可能出故障了！救命！ 情况如何？好的。我一直在往下滑。坚持住，雷奇！我已经尽力了。朋友们，瑞普提，救援队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再坚持一会儿吧。坚持。 你们快来呀！我上去帮助海莉，你们两个在下面好好照看着。好的。雷迪，能把我举高一点吗？嗯。我快坚持不住了，大家抓紧时间。马上就好了。 罗伊，架起梯子。知道了。哎，好了。瑞普提，出来吧。慢慢的上来吧。我害怕。没事的，瑞普提，有我们在这里呢。好了，那我放下去了。 哎呀，真是万幸！你真棒，瑞普提。谢谢你，雷迪。不客气。雷奇，我会告诉小娟，让她尽快帮你检修的。谢谢你。